家好，我是 S Beauty 的美妆小编伊琳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一瓶新人酸净白发肤洁慕斯。那这一瓶洁慕斯啊，是爱美专为借睫毛的顾客设计的，里面呢、完全没有含油脂的成分，所以它可以使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呢，可以很安心的洗，因为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睫毛的掉落速度。那特别呢，里面含有杏仁酸的成分，那杏仁酸可以为我们皮肤啊带来净白的效果，那也可以使我们皮肤啊增加代谢的速度，可以让我们的老废角质啊洗干净这样子。那如果说你可以利用洗脸海绵去洗的话，它可以使它清洁力啊更加倍。那另外小编这边啊有另外准备了市售的海绵跟爱美伴售的洗脸海绵，这一块是爱美的洗脸海绵，那这一块是市售的。很明显啊，爱美的洗脸海绵它的毛细孔比较大，那毛细孔大的优点呢，就是它可以有呼吸的作用，那我们在洗的时候啊，可以帮助皮肤啊做去角质的动作。那我们现在请模特做个简单的示范。那洗脸海绵啊，一定要先用水浸湿，然后把我们的洗脸慕斯啊挤在海绵上面，可以挤多一点。那我们可以先在脸上啊均匀的先点上去，然后轻轻的按摩。可以利用海绵啊毛细孔比较大的优点啊，可以在脸上啊稍作按摩。那爱美的洗脸海绵它也是不会勾到睫毛的。稍微按压一下睫毛，然后大约洗3到5次。稍微轻轻压一下就好。我们可以看 model 的脸啊，洗完的话它比较不会紧绷，而且啊比较亮白，然后睫毛的部分的话也是没有脱落的现象。好，那今天杏仁酸焕肤洁慕斯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